是谁趁你熟睡掰开白皙长腿乱摸？你有把钥匙藏在花盆鞋柜的习惯吗？小心引狼入室哦。这个喝醉酒随处乱小便的家伙就是这样，看到有家人在铁窗藏了一副钥匙，拿了就闯进去。翻箱倒柜行窃时，哇，看到一个大美女在睡觉，他顿起一念爬上床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钥匙是你拿给我的，你忘记了吗？美女拼命挣扎抗拒，还好她5岁的儿子醒来放声大哭，色狼被吓得落荒而逃。小姐、先生、大叔、阿婆们，以后千万别再把钥匙藏在户外了，小心引狼入室哦。